这就是烟雨楼吧？看看四周，一定有宝箱，一定有宝箱。怎么会？完全没有宝箱。会遇到怪物，逃跑，不许逃走。流星剑，呀呀！现在我要再开了，不遭遇小怪。不懂无礼，看你想找死是吧？再来。不能一走了之，流星剑。救命啊！呀！好，不招一小怪，开一下。获得钥匙，人，海马，海马是恢复轻功的。旧干柴，哇哇哇！
你们这可以白衣游学。你没守规矩，妙手通空，第一下搞定。然后郭靖满载不能再拿了。好吧，他们应该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偷。你别想逃。这不是程大小姐，程大小姐，你怎么会？这到底是谁干的？一定是那个淫贼干的，不能再原谅这些人了。黄药师也来了。欧阳克吧，哈哈哈哈！嘉宾远来，未曾远迎，请多包涵。你这淫贼，还嫌坏事干得不够多？哎，我那蓉儿在什么地方啊？你这淫贼有什么资格叫蓉儿蓉儿的？我问你，程大小姐是不是你杀的？哼，你管得也够宽的。果然又是你这欧阳克干的好事，看来死在程家花园里的梅秋风八成也和你有关。哈哈哈哈哈！哎，杨康，欧阳师兄，你看看，我早就说过会有人把九阴真经送上门来的。小王爷真是高见高见，你那里的九阴真经，我带走我那漂亮的小媳妇。小王爷你觉得如何？杨康，实在太卑鄙了。郭靖，今天黄蓉不在，你别不识时务，快把经书交出来。上次比武老子输了给你，是因为时运不好，今天是你自己送上门的。真是的，这两个是有什么自信觉得黄蓉不在打不就打得赢？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少废话，要拿经书，除非我倒下。看招！杨康他一定要用轻功。哎，不是，看花人跑！
跑。不能一走了之。流星剑。好喝，真是好酒。怎么样，不行了吧？哎呀哎呀呀，胖子，判官双喜。最后用这个梦寐的九阴真经，那我就用九阴真经的武功来打醒你。你就混蛋！这就是你梦寐以求的。杀了程大小姐，连程家的仆人都不放过，杀的人实在太多了，绝不能再放过你们。我可没杀人，程家仆人是你为什么要杀他？大哥，因为程家所有的人都是他欧阳克杀的，冯一掌杀了他，还便宜了他。那陆庄主呢？我不知道。杨康，是你用这把刀杀死陆庄主的，对不对？这把刀是我爹娘的遗物，你可得看在……小子，你叫杨康？黄药师，真是天赐良机。居然让我在这儿碰到杀我师父的大仇人。杨康，你这小子挺有胆量的嘛，居然不把我桃花岛放在眼里，敢杀我门下弟子，我宰了你！慢，你要跟我拼命？杀了我师父江南七侠，我不跟你拼命，跟谁拼命啊？这小子是怎么回事？突然又要跟我动手，又是拼命的。我黄老邪一生独来独往，杀个人难道还要有人管吗？你师父就是我杀的，那又怎么样？自己立个 flag。 小子，你还敢逃？你害死了我师父，仇深似海，不共戴天，接招吧！好，小子，我就跟你玩一下，十个回合之后，我可就不客气了。吼！然后要打他，不要啊！他会弹指神通，弹指神通应该算是轻功吧。多无礼！一阳指，大名鼎鼎的黄药师。弹指神通是内力。开大是用轻功，你就混蛋！
向逃。丹英，叫声可真是凄惨。下面的人是谁？老顽童，今天是什么日子啊？竟有女婿要杀自己的老丈人。嘿嘿，这还可真新意了啊！老叫花子，咱们又有热闹看了。师父，周大哥。静哥哥，你不相信我的话没关系，那师父的话你总相信了吧？静儿，我知道你师父的死让你很伤心，可你不想想黄老邪干嘛要杀他？因为师父和黄老邪的弟子梅超风有仇，而且师父死前在地上写有东字，指明是被东邪所杀。那个字写的并不完整，你为什么不想想那也可以是一个西字啊，说他是被吸毒所杀呢？说是被吸毒所杀，但谁能轻易在桃花岛上杀人？何况是无缘无故到桃花岛杀人呢？一定是在梅超风身上找不到九阴真经之后，不甘心去了桃花岛。吸毒为了得到九阴真经，去桃花岛也不无可能啊。哎，那就是说，吸毒跟江南七怪刚好同时都在桃花岛上，才发生了这宗事。这老毒居然在我桃花岛上杀人。可是西毒为什么要杀我师父呢？老毒想要让你跟蓉儿闹翻，那嫁祸黄老邪这个办法真是再好不过了，同时还可以让黄老邪不能安心的去华山论剑。好好好，论剑之期就在眼前，这笔账等到了华山再跟老毒误算。杨康呢？死了。什么？怎么死的？刚才我们在下面看见杨康的尸体是被一掌打死的。哦，那一掌可相当厉害。七兄，你说会是谁干的呢？我看是老毒物干的。看来他的蛤蟆功又进步了很多，这次的华山论剑。蛤蟆功，十多年前我打不赢他，这次啊，我一定得找他玩玩。我想老毒物应该还在这附近，没有走远。黄老邪，我们去找他。好，热。蓉儿，对不起啊，我错怪你爹爹了，你会原谅我吧？静哥哥，我好想生你的气，为什么留我一个人在桃花岛？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法生你的气。真的？静哥哥，我们去找完颜红烈吧，这一次绝不能再让他跑了。黄龙成为同伴。黄龙等级才13等啊，糟糕啊糟糕，我等级50。天地人，武装仙鹤草。仙鹤草是内功全部恢复。
怎么有这么多孔？还写着“怪、天、地、人、物”这五个字。靖哥哥，我看这些像是钥匙孔，我们可能得找到写有“怪、天、地、人、物”字的五把钥匙，才能把这门打开。我还缺一把钥匙。杨康，你若不是认贼作父，怎么会有这样的下场？想当年，我们两人的爹爹就是用这两把刀，要我们两人结为兄弟。今天刀仍在，你却已经……靖哥哥，你不要太伤心了，你也认为他死有余辜，不是吗？最该死的完颜洪烈还没有除掉。你要坚强才是啊！靖哥哥，你看杨康手上拿着一把钥匙。他临死之前，手里拿着钥匙干什么？靖哥哥，这是一把很普通的钥匙，不过可能跟烟雨楼有关，我们还是先把它拿着吧。得到一把问号。应该跟翼龙那个有关系。靖哥哥，用从杨康那里拿到的钥匙试试。门打开了，原来杨康想躲藏在里面。柔儿，我们进去看看。准备打完颜洪烈了，他会变大怪物。怎么有这么多孔？还写着。靖哥哥，我们可。蓉儿，果然还是你聪明，一说就中。我们上去吧，不过要小心那完颜洪烈。你们擅闯我铁掌山禁地一事尚未解决，今天我就一起把你们给收拾了。靖哥哥，你要小心啊，这是真的裘千仞。勾结金狗出卖自己国家又算什么？废话少说，十个回合还不能把你们两个给收拾的话，裘千仞还想跟人论什么剑？看招。黄龙应该跟他拼是拼不过。不能一走了之，看你往哪儿逃。你这个混蛋，我好痛哦。
上好。你可不高明啊。太棒了！加油！流星剑！是好酒，新月大法，你吸有这么多，吸点车太阳了，通臂六合拳，试试看吧，顶多黄龙趴掉而已。这两个小娃联合在一起，武功之强真是超乎我的想象，我要收拾他们可要花不少力气啊。但论剑之期将届，为了杀这个小子，到时论剑有失，岂不是白费我20多年的苦练？好，就先放过他们两个。荒谬相知，小子，突然想到有急事要办，就再饶你们两个这一次，下次就没这么运气了，记住。靖哥哥，他口气好大，还说什么10个回合就收拾我们两个，结果自己先逃跑了，真是。不过1对1的要赢他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反正既然他已经走了，也只好等下一回再说了。最重要的是完颜洪烈。装有人生，下孤城。上去吧。我们又见面了啊，你还活着，不简单，佩服佩服。完颜洪烈，听着，今天我是来替我爹报仇的。小姑娘，我可跟你没仇啊。你们金兵占了我们大宋天下，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简直是魔鬼一样，还算没有仇吗？魔鬼！哈哈哈哈哈哈！有什么奇怪的？刚才小姑娘说的真是对，我们大金国就是要用这魔鬼的邪恶力量来统一天下。魔鬼的力量？对，魔鬼的力量。我还要给你们见识见识魔鬼的精神。变怪物了。原来他是一个魔鬼的化身。蓉儿，我们必须除掉这个魔鬼。对，把这魔鬼赶出中原。记住。哇，血也太多了。900。攻击力太高了。不得无礼。267的攻击力。判官双臂。100多低吧。150。再来，兰花不是手，你内力没了。你没守规矩，空明拳。空明拳搞定。黄龙升等了，侠变成科幻。技
身前夜。蓉儿，我还以为这魔鬼有多厉害呢，原来这么没用。这就是所说的外强中干。靖哥哥，恭喜你终于报了杀父之仇。唉，靖哥哥，你不高兴吗？我从小到大心里想的就是报仇跟练功，现在好不容易报了仇，反而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做什么了。我娘跟我说要把金兵赶出中原，虽然这个野心勃勃的大魔鬼完颜洪烈被我们除了，可是金兵有那么多，光靠我们几个人怎么成事啊？靖哥哥，别想那么多了，你娘要是知道你报了杀父之仇，她一定会很高兴的。我出来这么久了，挺想念她老人家的。蓉儿，你跟我一起回家去吧。怎么了？我跟你一起去见你妈，你妈问起我是谁，你怎么说啊？这很简单，不就是我没过门的媳妇蓉儿吗？靖哥哥，不行啊！我没想到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哎，你别夸我，我会难为情的。我们快点启程吧。好，这一章结束了。换下一章，下礼拜一吧。最后一章也有一会比较长一点点。哎，存档喽。好，那今天的晚上的时光就先到这边告一段落。应该在下一次时光这个就可以结束。好，那么到这边先谢谢大家收看黄金城的频道哦。那大家对这有兴趣的话，之后也欢迎来继续收看。那之后我因为最近可能就是要搭配时间，那我这社交结束之后会把那个下午的雅克传承挪延长到晚上这边继续实况，然后等到雅克传承也实况完之后，就两个时段继续光明黑暗，把这三个都先结束掉，然后会告一段落，然后之后就主电脑。好，那么就先这样，大家晚安，拜拜。